们超适合吗？我说的重大事情是还是更早一点直接去路边来做。我们在拍什么呢？啊，要Hello 大家，我感觉很久我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就是坐在镜头前面跟你们说话。总之呢，我可以来一个简单的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顺便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最近的一些近况。因为我等一下要出门，所以虽然没有很赶。好，总之呢，今天是3月6号。总之我就是离职了，那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做我本来接案的工作。为什么我会离职呢？因为呢，我有即将要去做一件，就是不行，我现在这很重要，我要好认真讲。因为我已经在家待了4天，都在剪片，真的就是从早上起床之后呢，就一直剪片，所以我今天就是已经受不了出门。然后重点是前天跟昨天都还出太阳，然后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就下雨。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我说的重大事情呢，是我准备要去加拿大打工度假了，耶、yeah! ！超级爆炸开心。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去年4月的事情。我其实还有拍一下我当时收到，就是我抽到名额的那个影片，就是我当下真的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呢，我觉得这讲起来真的是要回顾很久，应该是我高中开始。好，我要变化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 get ready with me， 我就是会讲话就忘记要搞。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这样打工度假好像是唯一真的是比较轻松可以达到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想拖太晚才去，我就是现在马上2024年人一定要出去，因为那时候2023年。然后我觉得2024年我不能再待在台湾，我会受不了我自己。后来我就成功的入职，然后也成功有抽到。我就有详细的申请流程跟抽签跟我参考的影片呢，我就可以再拍一集单讲这个，不然应该不会有人听我想讲这么多废话。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上网查很多资料，蛮多都是香港人在分享这件事情，没有中文讲，中文的人讲很少，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呢你们有这个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想问的问题，或者在我 IG， 我之后可能要拍的时候会开一个问答，反正我到时候再收集这些问答，然后我再拍一支从申请到出去准备的东西的影片啊。我还没跟大家说我去哪个城市，我去的是多伦多。我想要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想说这样离纽约超近，就是之后可以去玩这样子。总之呢，我之后就是会多拍我在那边的影片。我今天的行程呢，就是因为我关了4天的家，我就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因为我昨天刚好看到那个Peach 发了新影片，他介绍了这是 GU 的新品，我整个就是被烧到一个爆炸，就是我超想去买那个银色的玛丽珍鞋嘛，反正我就被烧到一个爆炸。然后我决定我今天要自己去 GU 逛街。 By the way 大家，我因为要出国这件事情，我已经2个月没有购入衣服，没有购物。大家，我每个月都会购物的人，我已经快疯掉了。因为我怕我到时候打爆行李，我会很痛苦。我今天要穿，我那天去找 Selina 上支影片，去找 Selina 买的东西啊，忘记跟大家分享我买什么东西。我买超多，所以我买了他们家的这个帽子。这帽子我之前就觉得蛮好看，但因为这次就比较特价，所以我就买了，很好看，这个外面很少见，它是这种千鸟格纹嘛。哦、oh, ，by the way，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 Vivienne West 的项链，找了一个英国代购买的，很美吧？我买的是 Mayfair 的，但我昨天看到有一款更好看，是我更想要的款式。我还买了这个，他之前跟这个饰品牌联名的，是这个颈链，很可爱，但这个穿高领用会没那么可爱。噔，是这个 Jumpsuit， 他们的 Jumpsuit的牛仔版本。我本来是想要裤子都薄，但我又觉得我太常穿那个裤子。等一下，然后那个
的威浩剩下 S 号，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小惊，但我想说不行，我太喜欢他了。看这个外套真的很好看，大家很好看。超级爆炸冷，我觉得我穿的有点少，我刚刚整个人发抖。然后我本来以为平日的信义区人会蛮少，但其实店里面人也是蛮多的，只是外面人比较少，可能太冷了。但是里面真的就是人潮跟假日差不多，而且很多店还有现在在排队，超扯！大家是都不用上班吗？在 GU 买了一件超好看的裙子，你是感觉超辣的？而且没有，而且我本来是在 Your Living， 到底怎么念我不知道。我本来是在那边买了一个裙子，买另外一条。重录。但是呢，我觉得 GU， 但是后来逛到 GU， 我觉得 GU 的超好看，而且还比较便宜。但是呢，不能退货，所以真是得的。然后我们跑来吃春水堂。哇靠，人超级多。我们跑来林口的咖啡厅，但我们先去找一个小吃店吃。先吃咸再吃。请问林口的人礼拜天都不上班吗？刚刚查了一整排，礼拜天都没营业。这是很多林口人。哎，真的，我看看那个邓阿米也没开。今天超级爆干热，今天有29度。什么是邓阿米？蛋仔面啊。蛋仔面。Smoothest stones sitting with the river's bones, glimmer with the white of passing light in this unknown.
sprouting seeds, pushing through the forest green, making up their way, and day by day they'll turn to trees. Winter falls just a spring to summer's call, and we do that, we're just human after all. Sun or snow, all the life it seems to know, and all we have is just part of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This I know. Little birds jumping out the nest to learn, you're never gonna fly but staying high, and this I know. And timid stars waiting for the after hours, painting with the light showing every night, this I know. Glasses got me feeling like your clothes are so pretty. I'm torn about the way you love me mor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Before I said, 都是为了你。耳机给我拿下来，耳机给我拿下来。Yeah. 什么意思？哈，小奥来救我，我可以，我可以，来帮我拿着，来录。厉害。感觉很丑，就他比较好看。他是男生呢、欸，很帅，很帅啊。我们要去逛 You're Living 了，呜呼！我们来台中，来台北都逛一样东西。败家。败家，你真是败家，花更多钱。没事，我们要去花钱。请你保持购物精神。还以为我们来，还以为我们来日本逛街。Can't take the hint and give up.下包，收下包。
你有下游戏就是微微的，我们在拍什么呢？发药。我跌倒下。看起来很好吃哎、欸嗯！你们是敢吃肥肉的人吗？不能太多。我小时候吃肥肉吃到怕了。